鼻子里凹陷就会显得法令纹身，显老还显凶，请大家一定要跟练这套鼻子里凹陷的训练。练完之后，这一块喷起来，整张脸看起来就会精致又立体。首先呢，涂一个面霜或者精华，避免后续拉扯到皮肤。然后找到提上唇肌和提上唇鼻翼肌，闭上嘴巴，人中鼓气。注意在做的时候不要张开嘴巴，嘴巴向上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向上提拉。第二个动作，发出吃的声音。嘴巴的形状保持不动，用牙齿的张合来发力。刚开始做的时候呢，可能找不到感觉，但是我们记住就发吃的音，慢慢就会找到感觉。第三个动作，双手压住法令纹，嘴角向上发力，找到微笑的感觉，来锻炼我们提上唇肌的力量。第四个动作，压住法令纹，嘴巴鼓起来，向左右画圈。动作做标准的话，就会感觉到下面部的肌肉都被调动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出更